我要回去询问了。我想好了，我非常尊重大家，我非常尊重我们所有委员的发言权，但是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委员能够尊重我们朝野协商。我念一下会议规范第24条给你听了哈。主席，你会询问我再跟你回答，那你又不听。他都还没有开始问，你怎么回答？因为他一直会询问，就是一直这样讲说他会，因为上一次等他问嘛，全委员今天把我上一次的朝野协商我念一次哈。朝野协商结论就是4月30号，2014年4月30号的下午两点，2点半进行开会。民进党政委发一个提案，团委员上台报告说明诉条及以及建议修正的意志。从此以后，曾不提诚信问题、会议询问跟权益问题的发言。然后是那一天的嘛？我想我们每一次开会都要退换前一次，那个陈委员每一次开会哈，我他提不过我处理完，我先处理完，可不可以请你们回座？请你们回座，我念完哈。我想每一次我们只要我们自己去在开会，我们就有一个朝野协商，然后又退换前一次的朝野协商，本席以七席为主。但是你们今天说要在会议询问，请你们的党团跟我们的党团再写一个单子出来，我就立刻去了，我也可以补程序。我希望我们在会议开会的时候，他不能会议先行按照议事规则，按照议事，好，按照朝野协商，朝野协商。你们错误解读朝野协商的内容嘛？朝野协商的内容不是这样嘛？朝野协商内容不是这样啊，那不是上一次的会议，因为你每一次的会议哈，你们每一次的会议都退换，你们每一次的本主委上一次已经报告完了，已经报告完了，就只那一天的了。但是我请你们补一张朝野协商，还要朝野协商，这个是4月30号当天的内容，如果没有这个内容，今天怎么寄到纸条？那个早就已经寄到纸条了，上个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才同意你寄到纸条的、啊。那为什么有谁开会可以不要照议事规则来，不能会议询问的？朝野协商的东西，我无权退掉。我念给你听了啊！会议规范第24条，下列事项必须讨论发言地位，并得监管他人发言：第一，权益问题；第二，秩序问题；第三，会议询问；第四，申诉动议。我现在会议询问了，我叫请教你，早上说你主持议事，这个逐条进到法案的逐条之后，发言登记一次为限，请问这是凭什么这样做这样的规范？立法院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规范呐！逐条讨论为什么一次为限呢、啊？我请问你啊，逐条讨论什么？在法案的逐条讨论什么时候一次为限？时间哈，我想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手册里面写的非常清楚，所有立法委员在审查法案的时候，按照第30条，请尊重我的发言时间。
经济委员会为什么连议事人员都不见了？那不是休息时间吗？现在没有休息耶，按有七分钟是要表决耶。这个不是休息时间耶，开什么玩笑？你来，你来，不要走，来来来，来。为什么连主秘也不见了？主秘去上洗手间。啊，其他人呢？现在不是休息时间耶，他是。这边委员呢？科长呢？科长在这。记录人员呢？怎么全部不见了？现在是在开会时间，不是休息时间的，不要搞错。怎么议事人员跑光光呢？哎，立法院可以目无章法到这种程度啊？议事要中立啊。那个主委，你坐下吧，你一直站着也没用，我当初也不会进来啊。我们也没有跟你罚站，你现在都说我们欺负你，你请坐啦，你请坐啦。你一直站着没有希望啦。再怎么说不拉屎是不会有希望的啦。